拿了一个我们讲的这个交叉也好，半高球也好，个人能力很强。之后姚笛整个战术的之后，这个自我保护单手球都是起得比较正，往上走的。好发球，打得好的是还是进攻，有一版这个实力，但是就确实不稳定。这赛季肯定也会难免出现起伏，但是跟上赛季相非常大。一传到位之后呢，姚笛二号位这个球立的还是非常舒服。哇，这个布里西奥也是跑战术了，三号位打，形成一对一拦网的话，对于他来讲的话，还是给到中会。巴尔加斯的二号位强攻。到这些年一直天津队的这个防守的质量、起球质量和小球都是在国内的这些球队里面都做的是非常的好，然后领先的这样的一个水平。转移的很快，真的助跑起跳啊，来打这个进攻。这瓦尔加斯的动作真的是太漂亮了，大的但是瓦尔加斯这一点是太大了啊！看这个又是取位的这个队员往外飘，副攻再怎么追他也是并不上的，所以也会出现一些问题。那再就是我们看，其实拦网的队员有一些队员拦网很硬啊，然后再一个就是他手指这个手臂张开，他能。抢了，这个是防守当中王延迪抢了中会的这个防守。点真高。一分到位啊，这个球。我就是也没有跳传，就是把这球给你立好。一传到位，又是翻给后杨毅上场之后，他这一点的后排的保障真的很稳定。是，一传到位率太高了。而且姚笛其实也是。